今天很高兴有机会能够在这里，为的是纪念周牧师，而我们所预备的所有的节目其实都跟他有关系。首先我要介绍这个手中的诗班，是在我们建旧堂跟新堂的那个时候，新堂已经差不多盖好了，有一次德州的浸信会的手中诗班到台北来演出，周牧师特别带了我们诗班里面所有的人去欣赏。听完了那次的音乐会之后，周牧师就觉得在我们的教堂里头还缺少一种声音，在教会里面钟声是最合适的，所以他觉得除了人声，除了管风琴的声音，我们应该还有手中的声音。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能够演出，我相信周牧师一定很高兴。我们刚才的曲子里面大家都很熟悉的奇异恩典，有一次我问周牧师为什么我们叫做怀恩堂，他告诉我说因为要提醒我们常常纪念主的恩典，所以他也选这首歌作为我们在崇拜中互相问候的歌。周牧师也很喜欢很多的黑人灵歌，因为他觉得黑人灵歌非常的单纯，非常的直接，就能够说出信仰的核心。而在这么多歌的当中，他很喜欢这一首 Were you there? 主贝丁，你在那里吗？